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不应当被政治化。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不断地看到把疫情污名化、将病毒标签化的言行，不断看到借溯源对特定国家甩锅推责的言行，不断看到对世卫专家溯源研究进行无端指责，甚至鼓吹动用情报人员而不是科学家主导病毒溯源的言行。美国这些将溯源政治化的行为已经严重干扰和破坏国际溯源研究合作，为各国抗击疫情挽救生命制造了困难和障碍。我们主张溯源应当依赖科学家而不是情报人员，应当走团结合作之道而不是鼓吹对抗挑动对立，更不能按照个别国家的旨意行事。中方始终秉持开放、透明、合作的态度，已两次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华进行溯源研究合作。溯源工作涉及全球多国多地，我们呼吁其他国家也能像中方一样，邀请世卫专家去开展溯源研究，认真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我们敦促美国等少数国家立即停止政治化的做法，不要为了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蓄意破坏国际溯源研究合作。